最开心是音乐，其实是可以 connect 到不同的人。我很想即係就算喺我人生邊個階段都好啦，可以用音樂呢樣嘢去同唔同嘅人去溝通咯。我記得你以前曾經汶川大地震嘅時候啦，又上去幫啲中學生整咗個即係 foundation 啦，就係 music is free foundation。咁我哋係持續去咗幾年，每個月都上去同佢哋玩音樂，喺佢哋嘅手上創作出嚟嘅歌咧，其實超過20隻嘅。咁我哋係幫佢出咗2隻 CD 啦，裏邊有曬紀錄片啊，有曬佢哋自己嘅創作嘅作品。其實我能够做到呢两只碟啊，同佢哋一起行咗呢条路，我觉得哇，其实几 amazing 嘅，即系佢系一个系一份很好嘅礼物，去令到我哋个人生有好多嘅意义咯。